我们在寻找新地址，因为今天我们要彩排。这次来澳门干嘛呢？是要跨年，在江苏卫视有两个表演，然后也有一些主持的部分。除了工作以外，顺便就是大家一起过一过，过一过节，所以我们有好多好多人都来了。爸爸跟姐姐因为有事情来不了，但妹妹跟妈妈还有表姐阿姨，所有人都在。嗨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愉快的三天吧。我现在很困，好困哦。知道他们在玩耍什么？干嘛？现在是1:48。我们终于要开始彩排了。老师帮我抬一下纸啊。看看老师。2、1。现在是将近2点，我们收工，我们现在回酒店了。已经2点半了。还好我们的酒店离场地特别近，所以回家洗漱完就可以睡觉了。明天要一整天排练，因为这次不是只有表演嘛，还有主持，所以就要走台对台本，还有另外一个和伟霆哥的一个表演，需要等他来，然后跟他来彩排。然后现在上车了，拜。好，我先进去。早安 ，Good morning。哎呀。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！模拟，那还是挺正常。我妈昨天帮我染的。Good afternoon。我们现在到了现场，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个行程，第一个行程就是排主持的部分，走流程，跟其他几位主持人一起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跟伟霆哥排我。我们这次演出的是我这首歌。到时候就调整的路上，一路前行，自由畅想。又一个10年过去了，我们心怀梦想，坚定向前。有幸成为这个美好时代的见证人，一走。
回听歌，现在在排《野狼 DISCO》。别闹别闹，不离开玩笑，左手一瓶大绿瓶，右手黑衣小套，进去野人地势上，我们也往后稍一稍，没事不要联系我。我们在拍照，拔罐，这有两个拔罐。今天是谁的演唱会？9点钟了，我们现在要拍第二个出发图了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眼圈还是眼线晕下来了。在这里的食材方面，有，也只有 RV 的钻可以这么闪吧？收工啦！现在几点？看一看江江的手机。现在，哇哦 ！Hi, good morning。现在是31号的12点半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待12个小时，直到晚上过0点。我现在准备梳化，然后正在连排了。哎，先做几分钟，小完刚刚发表演完，确实先做几分钟。那10天又是6周，今年更狠啊！你直接在舞台上就是化妆或者卸妆了，我们在现在有一个位置。现在是3点15分，我们要去彩排了，不就是连排的其中一个部分。好，来，走了。好，走了。麦就走。
乐队的宝哥，今年二月份加速。10:08，然后我们要准备去下一个表演了。种种心酸都留下，我心酸在心里多久只能听我，苦苦的
讲错了。
新春，新年快乐，苏萌，新年快乐，我没有说哎、欸，妹阿姨新年快乐，以为我是谁啊？江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又娃，静哥，新年快乐，好难呢、啊，我们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3, 2, 1, go！ 神秘北极圈，阿拉斯加的闪电，谁的脸出现在街角的天？